杀了你！武将。拿下。子林。陛下，陛下，还请陛下为我公爹做主啊！请陛下为老将军做主。妹妹，快起来。少将军，你这是不打算让朕击败了吗？臣不敢，臣只请陛下杀了司马懿，祭奠先父。陛下，当时只有司马懿和老将军两个人在一起，司马懿明知老将军病重却以言相激，致使老将军一命呜呼，还请陛下为老将军做主啊！请陛下为老将军做主。老将军是开国的元勋，也是朕的叔叔，咱自家人能不能说点实话？子琳，老将军确实是晕在司马府前，可老叔叔去司马府之前身体状况如何，你身为人子难道不知道吗？太医说老叔叔是中风而逝，绝非他人所害。陛下，我父亲分明是让司马懿给气死的。子林，不要被别人利用。怎么，还不让朕给叔叔击败了吗？臣不敢。肃泽。老将军，那日临别之时，老将军曾问下官，对老将军如何评价？当日下官言道，老将军一生清廉，位极人臣，不知产业。今日想来，
深悔，深悔。下官当日言语，难表老将军一生忠贞。老将军忧国而逝，痛不见九州一统，大魏强盛。下官与将军同为魏臣，甚愧，甚愧。今日谢罪于老将军灵前，苍天在上，下官对老将军若有一丝不敬之意，对大魏若有半点不忠之心，定当以此谢罪。将军忠灵在上，司马懿叩拜。都听见了吧？国家危难之际，岂是同室操戈之时？老将军是忠厚，这样的忠臣不可再得了。父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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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叔啊！说吧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既然陛下让臣说，那臣就直说了。陛下，现在几位兄长都说陛下偏心，偏袒士族，打压宗亲。可臣都对他们解释了，是因为司马懿挟士族舆论要挟陛下，陛下是迫于无奈。陛下，臣说的没错吧？结果都一样，原因有什么区别？陛下，这当然有区别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些叔伯兄长们，他们都可以等，等到民心稳定，等到陛下罢黜司马懿，废除新政之时。民心稳定，天下归位，为了那一天，朕就算死了，也在所不辞。子丹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陛下，说实话，臣很多次，臣真的不敢再相信了。因为陛下是天子，天子就应该有帝王心术。可是臣每当这么想的时候，就会去翻陛下的典论。陛下曾经写道：“十岁之暮春，苟芒四节。”和风善舞，弓搔手柔，草浅兽肥，与族兄子丹猎于夜袭，终日收获麋鹿酒，至多三十。这样的日子甚好，可是我们都回不去了。子丹，这天下不是你我的猎场，刘备与孙权更不是麋鹿与智兔，任你我猎杀。身为天子，
朕的心意已经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形势。如果陛下所说的形势，就是要纵容司马懿，打压宗亲，那么陛下40万大军的军心，曹将、夏侯家的忠心。 中丞司马懿觐见。司马懿，把邓艾叫过来吧。 愿陛下赐臣一死，以谢老将军，新政万不敢废啊！避避风头，老将军在军中威望甚高，如今流言是你与邓艾逼死老将军，真的要有人一时冲动杀了邓艾，朕也无可奈何。邓艾屯田之所不是还有寿春吗？就让他去寿春，乔县这块巨石。 你我谁都不要再碰。陛下，这半年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吗？谁让老将军不早不晚，偏偏死在你家的门前？朕倒是希望，上天能助朕一臂之力，尽早看到天下一统。是臣辜负了陛下。 你就不问问你自己的处置吗？臣全凭陛下处置，请陛下赐罪。 清徐之兵乃先帝当年招降的黄巾军，素来割据自雄，只听先帝一人号令。这次历城的叛乱呐，乃是陛下削藩之故，你去了，千万千万要小心，不可硬碰硬，能辅则辅，啊！先把这场大乱压下去，待朝中的事情解决了，安了内。 再攘外，这些骄兵悍将啊，只得养着喂着，等国家富强了再分而治之，切不可急于求成，一战而定。儿子谨记爹的教导。对，爹，二哥最胆小，听爹话啊，能不打就不打。哼，我知道，你干的是惊天伟地的大业。 迎风踏浪，刀山剑林，我也从来没指望你能平平顺顺地走下去。只是，希望你学会保护自己。爹还指望着跟你能再见上一面呢。爹，你放心。
不到万不得已，儿子不愿动刀兵，上兵伐谋，攻心为上。嘿，能不打就不打吗？爹，嗯，如果儿子这次打败了，回来你揍我。走不动了。你只不过去随过军，你根本就没有亲自带兵打过仗。 他这到底是让你去评判，还是让你去送死啊？夫人，陛下这已经是在极力庇护于我了。庇护你？那他就不会选一个当年他爹都平定不了的清徐，那都是当年留下来的黄巾军，骄兵悍将20几年都不被朝廷所节制，他这是庇护你吗？根本就是借刀杀人，好让他那些叔伯兄弟们满意。陛下这也是没办法。 你想想，现在那些曹氏将军们群情激昂，真的要把我放在一个太平地方，他们能干吗？我现在去清徐，好过留在邺城。倒是夫人，你要小心，提醒失而招耳，轻易不要出门。你不带我去啊？这是真刀真枪去打仗，夫人要是一急也跟去，那谁来照顾爹啊？那你带他去吗？ 我知道，让皇帝放心。不是我要带他去，是陛下一定会让他跟着我去。夫人放心，我呀，一定左右下回，活着回来，别的我都不在乎。 你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你就让小媛跟着你一块去服侍你吧。不行，你留下来有你的任务。小媛，我是去打仗，又不是去郊游踏青，带这么两大袋做什么呀？是啊，去打仗那么危险，你不让我去。再说了，我看着那个母老虎，不能让它欺负姑娘。主母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怎么这么叫人呢？ 主母，再说了，谁说他要去啊？嗯，老爷这次不带他呀？只有我跟他。你留下来替我把东院给盯紧了，听见没有？嗯，姑娘你就放心去，东院就交给我。嗯，只有你跟他，那你们俩就可以。 天地一家亲呀！我是让你走，我错了，姑娘，我去收拾东西去了。这个印章给你。 以后就凭他上奏于朕，前方战况如何，司马懿言行举措，每日一报。妾遵旨。起来吧。现在圆满了，每日可以同司马懿朝夕相处。妾的圆满，乃陛下所赐。妾斗胆一问，司马懿这次出了邺城，就安全了吗？ 陛下是否可以赐妾这个圆满？贾谊的《伏鸟赋》，你可曾读过？妾夫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公。阴阳为叹息，万物为同，和散消习兮，安有长则。你我皆在这天下熔炉之中，朕都不敢提圆满，更何况你和他了。 去吧。
校师府及部道，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拜见贵嫔。起来吧。我今日不是以贵嫔的身份来见校尉的，我是以郭兆的身份，想要拜托吉大哥一件事。贵嫔请讲。吉大哥，可有办法离开校师府一阵？我以回乡的名义告假即可。 那太好了，我想拜托吉大哥去暗中保护我的姐夫。他身边那个女人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只是这件事情，吉大哥千万要小心，不能让姐夫知道，更不能让陛下知道。要是陛下知道了是我求吉大哥去的，他又要怪我干政了。贵嫔放心。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倘若那女人心术不正，那春华夫人。 剑法，难怪啊，陛下在他的典论当中单提了与你田猎。可惜啊，他现在当了皇上，不跟咱们玩喽。哎，子莲叔啊，你可不是稀罕陛下陪咱们玩吧？嗯，你稀罕的是这块地，永远做你的猎场吧？那是。哎，子丹，你说那些文官上朝，歌功颂德的表文里头。 日日提什么江山永固，江山永固，他们也不想想，那江山一寸一寸是谁打下来的？你说司马懿一介书生，这次他能打赢吗？老叔叔啊，这清徐啊，当年先帝可都压不住，就凭他一个司马懿，光靠打，他打不赢。哦，那这么说，此番他是死定了。可万一…… 他不打就赢了呢？这不打怎么赢啊？叔啊，这司马懿生性狡诈呀，善用心术，万一他兵不血刃，就把那帮叛军给招抚了呢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咱们这把刀杀不了他，反而成就了他的功劳，那咱们图什么呀？他想得美！叔啊，你最近注意到没有？司马防多久没上朝了？好像有三个月没上朝了吧？嗨！ 一个老头子，失居于气的，他上不上朝，能有什么相干呢？哎呦，叔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我的管家已经打听过了啊，他老子没几日了，还不明白？啊？哦，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老子死了，那司马懿不得定有手下？哎，对喽。 叔啊，三年哦，只要司马懿不在，这三年之中，我们肯定能把朝堂再给他翻过来。哎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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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爹。
不让你出来呢，你怎么又出来啊？哎呀，你别扶我，你让我自己走。你好一点再出来走走不行吗？哎呀，我不行，你别扶我，你别扶着我。哎呀，我不能老躺着，我躺着我就起不来了。我还得让那些盼着我死的人，让他们看看我活着硬朗着呢。我问你，你二哥有消息吗？打没打起来呀？二哥信上说还没到历城呢。啊，你比二哥还急。我不是急，我是害怕，害怕。爹，啊，你说二哥要是赢了会不会好一些？你二哥要做的是氏族的领袖，他和宗亲们的争斗是不会停止的。可是他要一步有失，那我们家就是万劫不复。所以我不能死。哎，爹，我得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我坚决不能死，我要是一死啊，他们就会逼你二哥回来守丧。爹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就你这身子骨，多养些时日准好。哎呦，等二哥回来打了胜仗，咱们家又可以团圆了。从你大哥走了以后，这个家就没有团圆了，没了。伯母，三叔，伯母，三叔。哎呦，是啊，赵二啊。呀，伯母，你能起来了？起来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哎，赵二，好了好了。伯母，你身子好了？好些好些了。今天呢天气好，伯母出来走走。伯母，我跟大哥打了好多野鸡，专门给你炖汤呢。哎呦。那汪汪可有好福气了，接了诗儿和赵儿的光了。我跟赵儿先下去，把东西拿给我娘，给你炖汤。好，去吧。哎，哥，你等等我。哎呀，这俩宝贝儿。哎，哎呦，我的诗儿长大了。哎呦，长大了！臣叩见陛下。老都尉，快起来吧。都尉啊，陛下说了，不必办了，请起。谢陛下。臣今日其实是有求于陛下。是不是想让我把司马懿召回来？也是也不是。那老都尉到底是何事？臣不敢欺瞒陛下，老臣已是苟延残喘，寿数不多了。老都尉，你的身体不是一直还很康健吗？陛下，人寿有长，终期于今。老臣这一生历尽坎坷，战乱、离散、冤狱，老臣能死在今日太平之时，已是老臣的福分。老臣倒也不为死，可仲达素来孝顺，若是老臣死了，他就得回家丁酉守孝，那老臣家就是国家的罪人呐。老都尉，快起来。谢陛下。陛下，此物请陛下保存。若是老臣死了，就将此物出示于仲达，让他务必以国事为重，不必拘泥于礼法器官回乡。老都尉，
臣深明大义，朕谢谢你了。陛下，老臣还有一事相求，请讲，请陛下赐婚，让老臣的孙子司马师与征南将军夏侯尚之女联姻。陛下，重大对陛下绝无二心。 现如今，他与宗室将军们结怨太深，请陛下稍加怜念保全。夏侯尚之女，是老将军夏侯惇的侄孙女啊！是，宗室联姻，好啊，还是老都尉心思缜密。 想得周到，谢陛下。 臣不知陛下忽然下驾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陛下，怎么不早些下诏啊？让微臣有些准备。你我本就是一起长大的兄弟，又是我妹婿，下诏岂不是太见外了？是，快起来吧。陛下，我听说昨日你们狩猎满载而归，今日特别想来蹭上一顿野味。 没都吃了吧？没有，而且都是新鲜的。我马上吩咐厨房做，把夫人跟儿女都叫出来吧，这样才像是一顿家宴。好，叩见陛下。起来吧。我玄儿这一次。 在乔县屯田有功，朕封你为散骑黄门侍郎，以后陪在朕身边，多熟悉熟悉。如若南方有事，以便随朕一同助征。谢陛下厚爱。小女儿，朕倒是未曾见过。多大年纪了？陛下，小女单名一个辉字，小字云荣。 至如无时，望陛下见谅。哪有？朕看来，很懂礼数嘛。可许了人家？还没有呢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舍不得。人如其名啊，非俊朗博学之世家郎君，不足为凭。可是。 这年纪相当，相貌相仿的世家子弟，不多了。来，陛下，可是要为辉儿赐婚？御史中丞司马懿的长子，司马师，如何？ 啊！哦，夫人，我看你是疯了，居然要把辉儿嫁给司马家那小子。是啊，我今天是像疯了，可是我不敢呐。陛下都亲自驾临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而且陛下还说了，希望曹氏和夏侯氏。 能够和司马懿啊永以为好，和衷共济，这错梦，我跟他不共戴天，不共戴天。哎，我那个媳妇儿啊，被陛下一哄，哼，就找不着北了，全都答应了。哎，我不能抗旨啊，这事也怪陛下来的太突然了。
这你倒是要是在就好了。这陛下呀，是要保全司马懿的儿子。行啊，就一个小字而已。将来我放他一条生路无妨，但是我想要的是司马懿永远不能再回朝堂。可这小子已经去了三个月了，现在账也打完了，自然也该回来了。回来？ 呵呵呵呵呵，，撤！也射乎，胜负未分，为何退缩？悠悠雁鸣，旭日使旦。君子不绝人之欢，不尽人之礼。身手不凡。我知道公子志不在鸿雁。哼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妹妹，我总要来看看她的如意郎君到底配不配得上她吧。公子担心的是两家的恩怨吧？夫妻是夫妻，朝政是朝政。你我两家朝政相左，与我婚姻何干？若小妹下嫁，我自当白首不离，恩爱不移。好，我敬你坦荡，便也直言。即便日后你我各自为政，我也希望你忠心待我妹妹。公子也曾出任郡守，心政如何？想来公子比我更清楚。幸会，告辞。撤。老爷，用膳了。看家书呢？家中有事吗？陛下赐婚，将夏侯尚之女嫁与诗儿。陛下真是用心良苦，用一门亲事，让老爷和曹氏、夏侯氏和好。毕竟一国之内，将相不和，于国不利。宗亲恨我入骨。不因私怨，只因制度，又岂是区区一桩儿女婚事能化解得了的？陛下是在让老爷没有后顾之忧呢。既然叛军已降，那么老爷是否要回去主持婚事？我呢，想与凌云姑娘商量。我想去寿春，曹洪近日在寿春练兵，我有些不放心，想对外面说我病了，休养几日。实则我想去寿春看看邓艾。妾追随老爷去寿春。理应如此，理应如此。